很多的一个欢乐。我们的孩子尽情快乐，这就是东海人的特色。我们相约下一个11年继续见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我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会办得很精彩，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，谢谢。你们来到艺术街，就会让我们艺术街的商圈更繁荣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各位。